原标题：肩负二十和苏到五十七谁堪与 F-22 一战，俄试射隐身导弹，中国有好消息。国外对歼二十的质疑从来就没减少过。如果中国歼二十装备更强大的发动机，机动性将逼近苏岛五十七。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文章称，俄罗斯第五代战斗机苏五十七的机动性优异，而与之级别相似的中国歼二十则以隐身性能为亮点。歼负二十适合用作远程攻击战斗机，对太平洋的美军基地和军事设施构成威胁。然而，就在上文发表的同时，5月25日，俄罗斯国防部展示了一段视频，显示今年一月苏五十七战斗机发射一枚 KH-59MK2 隐身巡航导弹的画面。与此同时，中国有媒体报道，正在研制一款强调隐身性能的新型巡航导弹。那么，这款隐身导弹是为歼二十准备的吗？携带两枚 JDAM 在打开弹舱时飞行的 F-35 长期以来，目前世界上能够制造第五代隐身战机的三个国家，美俄中各自的产品，美国的 F-22 和 F-35， 俄罗斯的苏富57和中国的歼20，是各路媒体猜测报道的主体。一般情况下，因为美国占据世界舆论的主阵地，所以外界均倾向认为美国的 F-22 是最强的第五代战机，但该机主要用于攻优作战，而其另一型搭档 F-35 则是攻防兼备，后者可以携带各类对地导弹，如 JSN、GBU-31、GBU-32、GBU-38、AGM-154 等具有隐身能力的导弹。苏岛57从弹舱中投放 KH-59 导弹，而对于苏岛57的前身 P-50 来说，外界对其的质疑一直就存在。不论是隐身能力还是携载导弹能力，美欧对其都很不屑。但现在 P-50 摇身一变成为苏岛57之后，俄罗斯开始有意对其进行宣传。除了早前飞赴叙利亚参加实战检验外，这次公开试射 KH-59MK2 隐身巡航导弹，则让外界对其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 KH-59MK2 隐身巡航导弹射程可达550公里，既能反舰也有对地打击，主要是能挂载在苏岛57的弹舱内，这让该机具备了多用途攻击能力。美中三型隐身战机弹舱对比图，对于歼20来说，外媒根据中国长期在军机领域落后于美俄的实际，认为其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合适的发动机，因此国外专家认定歼20主要用于偷袭，可利用其隐身能力绕过 F-22， 采用迂回战术对在后方进行支援的 E-3A 和 E-12 地预警机、 KC-10 空中加油机和 C-17 运输机等发动攻击，从而让前方的美军失去后援。但国外的这种说法很片面，而中国也不做辩解。现在有媒体传出中国在研发隐身巡航导弹，虽然不能确定是为歼道二十研发的，但毕竟中国开始发展隐身导弹，未来也一定会有歼负二十所用的，所以歼二十的对地打击能力也是可期的。歼负二十的弹舱容积足以装下两枚隐身巡航导弹。分析认为，近期不断传出中国在空空导弹方面进展神速，由此相信可以让歼二十具备较强对地打击能力的巡航导弹也会在发展中。尽管中国很少在这方面披露更多消息，同时从美国在 F-35 上问题不断，以及俄罗斯在苏到57上先发后制来看，歼20已经在追赶的道路上实现了飞跃。正如中国在很多军事领域总是让外界大吃一惊一样，歼20到底在哪些方面可以与 F-22 和苏到57一较高下，看来还是需要在未来的实战中来证明。对此我们热切期待着军评陈光文撰于2018年5月27日。